没啥。你是？我是茅台。你应该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认识新朋友也是很开心的。我很喜欢咖啡。想不到你还挺有生活情调的嘛。你是做金融的吗？看你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投资项目。我很欣赏你这样独立聪明又有眼光的女孩。想和你一起共同成长，我最近也在看一些理财的知识。今天我也尝试着自己做饭吃，想和你一样健康的生活。谢谢你安慰，我好多了。有你的关心，加班都不会累了。等见面了，你一定要亲手做饭给我吃哦。真想现在就在你身边啊。哟，他真的是秒回你信息啊。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已经把我放在他未来的规划里了。那天啊，他还发了房源信息给我，让我和他一起挑房子呢。恋爱的酸臭味呀！好，上上啊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快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茅台你人呢？哎，你怎么又回消息啊？你这女朋友也太粘人了。等他处理好了工作，他就会来找我。虽然从未谋面，但。感觉我们已经认识了几万年。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但我们已经形影不离了。你推荐给我的那个投资平台还挺可靠的，我已经赚了好几千了。我听你的，挪用就挪用，投的越多赚的越多，反正很快也能补上这个窟窿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也再加钱。昨天我还约了人来家里看房，我打算把我的房子卖了，把钱全都投进去。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，去浪漫的土耳其，去东京，去伦敦。等投资赚了钱，那就直接买别墅，然后啊，我们就结婚，到时候你就是别墅的女主人了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收益了？是平台维护吗？过几天公司就要有人来查账了，这个怎么办啊？钱怎么取不出来了？这个是我全部的身价。喂，宝宝，你怎么不理我？是我做错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了呀？你爸，我的钱都取不出来了，你人呢？陈翔6:30